又给你们带来两盒超好玩的泥，蛋蛋家的变叶太玻璃，还有这盒名字超霸气的海洋小恶魔。两盒泥看起来差不多，都是大海的颜色，但是玩起来却更有惊喜哦。冰液态玻璃，渐变质感，颜色高透，手感 Q 弹，硬质的液态玻璃，跟老头泥那种手感挺像的，纹理清晰，还能捏出超超耳的捏泡声。别的玩法先不试了，今天重点是来玩这个海洋小恶魔的。磨砂质地，手感湿乎乎的，像是果酱起泡胶，看起来雾蒙蒙的，但是拉伸起来超有弹劲儿，像是在玩橡皮糖。最关键的是它的起泡量，能够让你很惊喜的那种。刚开始比较有弹性，不太好拉伸，但是越玩越软，越来越好拉伸，泥也开始变色啦。起泡五分钟之后就变大了这么多，但是我怕接下来场面太壮观，那我们就玩点大的，上九个起泡贴，继续起泡十分钟。最后就是这么多啦，超大个的棉花糖，拿个瓶子给你们参考下，一盒这么小的泥，最后能变成这么大的泥，这起泡量也是够惊奇的，还能拉出棉花丝呢。那喜欢这款泥的小可爱，记得评论、点赞、留言、关注我哟。我是时光，下期见。当绿叶小朋友家的柠檬钢筋起泡胶，传说中能起60倍，最高起6000cc 的泥，就是包装有点小破损，闻起来味道香香的，真的有柠檬的味道。戳起来手感软绵绵的，刚开始还以为泥融化了，但是玩起来却一点不粘手，好像是特意打造的这种手感。戳声清脆响亮，特别容易拉伸，质感还算丝薄，就是不知道起泡效果怎么样。说实话，20倍起泡胶嘛勉强还敢信，60倍就有点难以置信了，毕竟玩泥以来还没遇到过能起泡这么多的泥。那今天就来挑战连续起泡20分钟，看看这钢筋到底能变大多少倍，3倍、6倍、10倍、20倍还是60倍？评论、点赞、留言你的答案。老样子，过年期间每期视频评论抽取一名幸运小粉丝送你哟。第一次起泡我只用了2分钟，变大了得有2倍的样子，继续起泡。现在得有4倍左右啦，起泡贴已经包不住了，换个大型起泡贴，直接在本子上起泡玩。这次起泡了差不多10分钟，泥已经变成一个大蛋糕啦，继续起泡，最后5分钟。
好了，20分钟就变大了这么多，本子都快种不下了。那作为一名路人起泡胶，20分钟的时间能起泡这么多，着实惊喜呀。那如果继续起泡1小时，你们觉得会变大60倍吗？嘿，玩过你精灵家的牛头胶吗？这一大袋又是花了我5块钱。要知道5块钱的价格能买到牛头胶，这几率跟中彩票也差不多了。戳生倒是挺干脆的，但就是感觉有点硬啊，不太像牛头胶的感觉，质感有点沉，像是加了水和淀粉的透明胶。能拉出漂亮的麻花卷，捏起来还有炸泡声。那再来测试一下它的起泡效果。这是什么鬼？哼，就知道5块钱买不到牛头胶，关键时刻还得靠自己呀。万能的仿真奶油上，该你了。选了两个比较仙女的颜色，上爪爪开始涂鸦。哇，果真是奶油胶，真的是好粘啊，还是拿起来混吧，省得把我新买的桌布搞脏啦。哇，这颜色好梦幻呀，喜欢喜欢，就是感觉手感还是不太 nice 呀，再拿来继续泡，泡沫越啊走一波。咦，泡沫呢？怎么挤不出来？明明还有大半瓶呢，每次都玩这套，坑爹的卖家，再也不买这种刮胡泡啦。还好我有别的，不过这个感觉像是融化了，没怎么有泡沫啊，算了算了，就这样吧。听，这是什么声音？嘎嘣嘎嘣的，像是在吃冰块，听起来真的好解压呀！这不是脆皮假装的声音吗？厉害了我的牛头胶！最后再来给你们秀一下改良版牛头胶的威力。怎么样，这声音够炸耳不？没听过瘾？那还有更解压的，王格花走起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。那想看更多精彩假的视频，就评论、点赞、留言、关注我哟。
我是时光，下期见。